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生化三》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这个第二期，我是310，我是317。那个《生化三》的这个重置版，因为比较短，估计五期左右吧，五期左右可以完结。那么我们还有5次过年的机会，是吧？对的，这个主要是好像六月的这个美墨二要出了，美墨二之前能把它搞掉，那就搞掉了，没搞掉的话要明年了。明年人家很多观众要等不起了，已经啊！不要紧，老父亲还没更新，老父亲说话了吗？老父亲的斧头已经生锈了，是吧？哦，好，我们回到游戏当中啊。这个上一期讲到那个虫巢的最恶心的地方啊，过掉了。对，我们后面就相恢对复来供说电。啊，对，没有这么压抑啊，对吧？不过马上追就要出来了。追第一次玩还是对吧？那你有个箱子不开了吗？对，那个里面没东西，那你应只有该第一个和展第示。三个。对，就第一个、第三个。我这个游戏这个流程录的没有展示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是地毯式搜索，我还想挑战一下评价的，对不对？好，轰！这个第一次出来以后确实很意外啊，本来以为都是在试玩版那个地方出来，是吧？但是这个正式版给你换个地方，让大家有点新鲜感，不能让你猜到，对不对？然后我不知道310有没有挑战高难度。高难度的时候，这边这个门有个像是堵门的，对，是的，这个好不容易跑过追了是吧？慌死！那么前面有堵，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关键我拿火箭筒轰了他一炮，好像没反应。啊，那个堵门的丧尸好像你是可以直接穿过他开门，但他只是吓唬你，他也不会理你，也不会咬你。好，我想说的是刚才那个成长点，对吧？那个非常噩梦的地方，这个屋子是追可以进去的，实在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初体验发生过的故事，对，请说出你的故事。就是这个地方，我因为油桶是留着懂的呀，第一个就射爆了嘛，然这后里就没有留吗？没有油桶，然后我逃到那个安全屋里面去，以为是安全屋的安全屋。结救果了就进被来，居然他进来了，他居然被进恶来心了。好，这边一颗手雷炸翻，还啊，是一个比油较，桶，一个油桶。一个油桶炸翻，还是比较给力的，对吧？啊，油桶这个地方一定要留给他，不要前面三个丧尸就直接用掉。因为前面你就算第一次见面，你直接扔雷把他炸倒啊，这个地方他还是会刷出来。对，所他以说还是呢，会出来，哎，还不如第而一且。个地方不用理他，然后呢，这样的话省个雷呢，对不对？对。一他样这能次拿到出他那来，个补给。你前面拿了补给箱的话，这次还是没有补给箱，所以哎，多对。打一次没有任何意义，对吧？然后你这个打过以后呢，搜刮呢就搜刮一间房间，因为这个捡现钱一会儿这个捡完拿完散弹枪就可以扔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先把捡现钱用掉，然后把里面东西拿一拿，那个娃哈哈就不要了，那个弹药粉跟那个宝石盒子拿走，另外一个房间就不去了，回去的时候再去，不然时间不够，等会儿追起来了就麻烦了。然后这边这个转角刚进来这个转就是那个趴在地上那个丧尸一定要先干掉，否则的话很容易被前后包夹。哎，你可以引一下，把前面那三个引出来，然后转身把那个干掉，然后这个再转回去，那几个刚好进入油桶爆炸范围。对，这些都是初体验的血和泪的，对吧？初体验，你看到三个晃悠出来，想给他们嘣一下，结果背后被爆了。对。啊，这里走到这个位置呢，他必定追又会出来，这个时候赶紧引爆油桶，这个油桶留着就是干这个，不这过两个油桶一定要留好。你这个也没给追一个特写。啊，看都不看一眼，看他干嘛？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危险，就是你转身以后，后面那个丧尸一般来说是不会被炸到。这次他离得比较远，他如果离得近的话，你还要靠紧急闪避把他闪过才能进这个大楼。所以我就赶紧走了。好，这次来到这个地铁控制室，仅存的谜题之一。这个也不能说是谜题了，这是走形式，走形式。哎，也是固定的，所以说呢，等到台词说完，差不多就刚好调完。其实他把这一段分成两三个地方可以去的话，你可以按照原始三代的那个报馆和那个餐厅这个方向来做，对吧？我觉得是挺哎，好的。你以为中途可以下车？对不起，车对，门已经焊死了，只能一条路，就是出轨。好，这个散弹箱子再拿好，这个开锁的东西也都要收集，开打锁上。包括娃娃、文件这些东西都要收集。
这个房间之前一直没有来，对，嗯，之前因为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钳子，也没有开锁工具，所以只能进来拿个雷，也没必要。现在东西都齐了，就过来拿。当然，这个拿了散弹枪去变电站的话，确实压力少了不少。对，打虫子会比较舒服一点。对，所以你不嫌这个绕路的话，你可以过来先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因为拿完这开锁工具你可以不进去，对吧？对，不过前期比较头疼的就是格子太少，所以说还是能够尽量靠身法，对吧？你看我现在补给品基本上都不拿了，补给品都不拿，因为身上带一个药，然后这个药万一吃掉了，那么你就拿上。这儿的补给品还挺多了，路过随时都是哇哈哈。啊，你如果没吃掉呢，那就不拿了。然后所有敌人都开路，因为这个一枪喷开就走，这个地方也不用回来。对，最后没必要全杀。这个厨房里边的东西搜刮一下，对吧？对，这个酒吧的小屋子之前没进去，也是因为路线安排上面没必要进去。嗯，这边把手雷放掉，草磕掉，把箱子一拿就走。好，门口的锁开一下，对吧？嗯，这里刚好是个手雷，等会儿炸完追追，这个格子就空出来，不然你那个两个手雷一直攒在身上，你扔不掉，格子又不够了。好，这边就是试玩版的那个。第一次与追追的对演出还是保留了，还以为他取消了。我当时第一遍玩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个卡门杀，嗯，进出门我也用过，进出门，进出安全屋，那个安全屋，这个酒吧的安全屋他是进不来的，你一进去他就转身了，然后走上最后一个门，是吧？嗯，因为这次把追追炸倒了，他一旦掉东西他就会跪很长时间，他如果不掉东西的话一会儿就起来了，这样我们可以安心搜刮一下这边这个房间。好，这个文件，然后一个娃娃。啊，这个美版洛克人的玩偶非常恐怖，当年一些黑历史。卡表擅长自黑。然后车上的子弹搜刮。对。一路赶回地铁站。这个需要闪一下，不闪的话喷一下也行。然后最后这个地方一定要闪对距离啊。你要是闪一点没进入这个进门判定的话，卡了一下扑到了，就被他扑到了，对，还挺危险。好，开箱，开箱的这个环节，第二次追追掉的这个消声器啊，虽然也是收集要素之一，但是咱也没必要装上去，装上去手枪就占两格，我们直接把它扔箱子就好了，它只是增加彗星率。对，目前手枪子弹还是比较多的，后面用手枪的地方也不多，对吧？嗯。好，这边经典的这个红绿蓝，多了个红，多了个红。对，宝石以前是市政厅门口的这个开门道具，一个蓝宝石，一个绿宝石，嗯，一个是警察局拿的，一个是这个好像是报馆还是餐厅拿的。对，这次是给了一个非必要的，这次是非必要的，嗯，对，但是推荐是拿一下，因为最后一个给的是包包，非常珍贵。而且这座的手雷还是比较逆天的，对吧？对，手雷要拿。这样手雷我们这一路过来一共四个，刚才扔了一个放掉两个，这里又拿一个，四个，等会下水道还可以捡一个，一共五个，爽到。最关键的是这个包包，嗯，包包要掉拿，我们这边枪托组合一下就 OK 了。然后这一周目的血和泪，对吧？这个箱子别忘了开，对吧？因为它转角在这个要转过来看的地方，然后因为你出来地铁已经很久了，你就忘掉这个箱子。对，其实常看地图是好习惯。对，其实当时我觉得也挺郁闷的，因为你打完最后以后提示这个开锁工具是可以扔掉了，那么我以为全部东西都开完了，哎，对吧？对对，那是系统智能判定，他讲你反正也回不到这个地方。对，然后最后结算的时候少了一个。好，这个小黑和小白，对吧？这个地方的这个箱子其实后面第二次就是绕完那追追一大圈回来还是可以开这个黄锁的，应该，嗯，还有一次机会，但是你想不到呀。对，你直接回去的，直接走回去的时候，因为跟着卡洛斯一起走嘛，卡洛斯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对。嗯，好，我们看尼古拉脾气挺大是吧，嗯，尼古拉这个立 flag。 好，因为卡洛斯刚才说了还要30到40分钟，对吧？对，吉尔想了想还是出去跟他绕，不然的话整个列车都被端掉了。嗯，好，这里前面有个娃哈哈，但是不要捡，对吧？捡了很容易被他捞一圈。
哎，他这个口臭攻击还是运气比较好，没有跟上来闪一下就好了。嗯，好，这个经典台词重现是吧？这句台词呢，这个之前老生化三里面也是有，但是出现在这个最终 boss 打完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分支选项让你选。其实这个分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但第一周目不知道呀，一周目你以为还在打呢，没子弹，不敢打，其实是白送的。嗯。新版这个台词语气更霸道一点。嗯。好，我们回来。这个电箱如果它走得慢了，你不电它也是 OK 的。反正进这个门以后，追追这个步伐会变得慢点。嗯，因为这个箱子太多了，有点绕。嗯，这边主要关键是基本上踢三下，早点逃走、嗯。你只要油桶把它炸倒了，踢三下是来得及。但是我们之前因为电过它了嘛，它还没跟上来，所以可以先踢一下，节省点时间。这里的话要引一下，要不然的话他从左边绕过来搞你就麻烦了，从另外一边就比较恶心了。好，这是补给箱，第三次击倒的补给箱是这个散弹，第四次是火焰弹嘛。嗯，但是这里因为路线安排上没必要打那么多次，所以就三次火焰弹不要。好，这边来到了这个新的场景对吧？嗯，也不能说是新了，半新，因为二代已经玩过一遍了，是吧？这个下水道是不一样的，但是素材可以直接用了，对不对？对。卡彪想，这个公园跟钟楼直接阉割掉，好像这个不太对得起玩家。那么，要么再新增一点场景，什么场景呢？我们再到《生化二》的素材库去找找看。结果，对，所以说有了这个下水道和母巢二这两个新增的场景。这边第一个背包理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基本上带上这个手枪子弹，然后散弹，然后散弹枪子弹是可以放进去，然后一个红草，因为等会儿可以捡个绿草，把刚才那个之前那个红绿我就放掉，然后这里忘记掉这个散弹枪子弹忘记放进去了，想一想还是回去放了，不然东西捡不下，还好不是没有走远。嗯，因为走远的话你只能扔了就比较可惜了对吧？靠，那扔了我直接独挡了好吗？十九发散弹还是这里的话，散弹你这个直接拿就是刚刚追追掉的六发就够了，加上堂里四发十发已经够了这个下水道区域。然后那个雷可以不扔，因为雷等会儿也可以捡一个叠加的，手雷还是比较好比较关键的，留着给追追的嘛，对吧？嗯，留着给追追的。这个遥想原始三代里面打个追追打个半天，这次一个手雷炸柜。嗯，是。好，这边是号称是新的敌人是吧？就是原版也有的那个猎杀者伽马，以前是在公园出现的，现在呢就在下水道。啊，医院以前也有，现在医院里只有猎杀者贝塔。这个反正就等他张嘴的时候打，基本上一发打不退了，第二发肯定也打退了。嗯，挺硬的，他们一般不等他张嘴的话只能打腿对吧？啊，打腿让他跪下的话他会吐出落点，这里我应该是打点不太好，一般来说六到七发可以把他打死，这边打了八发应该是有一些子弹没有打到他弱点上，伤害低了。这边是实际上前期啊我们就可以拿到另外一把大杀器是吧？对，榴弹发射器，榴弹枪。这边是肯多枪店的发票，肯多枪店这次的发票给了这个榴弹发射器，之前老三代的话是 M92F 这个五十支，这次对肯多的这个刻画还是再度的加强对吧？嗯，像以前是个领便当，三代里面原 老三代这个肯多没有出场，只留了一个文件，对，连便当都不给了对吧？便当在二代领嘛，不能领两次。你请他来了你就要给他吃便当。好，这个拿了榴弹以后还是比较好，拿了火焰弹 对一发让他烧一会儿，然后我们用手枪点点他腿，他会跪下以后再点弱点几枪就死了。散弹也可以，但是可以神经子弹，火焰弹对这种人就持续伤害还是挺好的。嗯，
这里打死以后，不要忘记角落里一个暗搓搓的这个火焰弹，你刚好两发打完，他再给你补两发，良心。这次下水道里边暗搓搓的东西不少，比如说这个。嗯、对，这个还是挺难发现的。好，这边然后这边不先不捡那个电池嘛，先搜刮一下。先搜刮、啊。因为这个电池占两格，我们现在格子空的可以组合一下，组合完了刚好留两格去拿电池。大火药和小火药组合变成散弹子弹，然后炸药 AB 组合变成火焰弹，然后火焰弹又可以叠加。哦、对，这个整理包包是一门学问，是吧？对，生化玩的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规划这个叫路线规划、道具规划这些东西，刚好塞满。然后我们把这个火焰弹填进去，对，又可以这个又可以多一个空格出来，等会儿去捡火药。这次火焰弹是能带六发嘛？枪膛里面能填六发，以前是不管你几发都能塞进去，是的，太恐怖了，这榴弹发射器，而且它只占一格。老升二、升三里面榴弹发射器都是神器，占格又少，威力又大。嗯，这里这个地方拿一个文件。好，准备回去开门。回去路上也不安分，还有两只在等我们，不过现在有六发，哦，五发，五发火焰弹。基本上一发击退是肯定的，对吧？嗯，这里的话就不没必要去杀他，因为这条路我们不来了，直接这个把他打入硬直，然后直接旁边绕过去，自己被火烫到也不要紧，不掉血。好，这个要干掉，对吧？这个也不用，这个让他烧一会儿就好了，你上梯子他也不会上。上面那个要干掉。上面那个绕一下也行。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猎杀者伽马如果身法好的话，你可以紧急闪避不打他直接跑，但是要等他第二次张嘴。 对，这个时机要把握好。是，但是一旦把握不好，对吧，直接秒杀。 对，没有试错成本比较高。对，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叫艺高人胆大呀。嗯，那可能带了后续的这个闪避书会好一点，对吧。好，这边等他烧一会儿，烧的差不多了，我们把门开好回来，一枪顶他一发。好，其实整个这个下水道做是做的还可以，就是太短太短了。嗯，没必要这个在新的这个场景里面，他反正也是这个叫什么废物利用一下，对吧？嗯，还没有真的想把这个做成一个很豪华场景，已经不错了，给大家一点。这个新鲜，而且基本上新人过来肯定要在这里被这个伽马吃了一两次。嗯，因为他很多时候打不出硬直，就很慌。一定要打腿，对吧？嗯，他打嘴巴第一口咬过来的时候，你是打不出硬直的，一般来说，所以这个有可能就吞掉了，一慌就被吞。对。好，这边开了门走人。嗯，我走之前不要忘了这个回身。头上看一眼，还有一个娃娃。嗯，下水道这段五个文件，两个娃娃好像，两个娃娃都很阴骚。因为这个基本上错过了就没有了，对吧？对，下水道也是一遍过的场景。它不像原始的三代，你一开始在城市里边来回跑，来回跑，对吧？对对对，只要你最后拿齐这些东西，然后开车之前，都是可以回去的。基本上好，这边给你再来一出，对吧？这个其实在预告片里面已经有过了。嗯，所以说大家这里也不是特别惊讶。这拿了个喷火器来吓吓人，是吧？对，那又不烧。会烧的，会烧的。那来烧了，烧了。其实这边你是可以反手打，你不要等他就行了。对，你反手打他可以打他的。Can you use weapons?这边有一个存档屋，主要是有这份火药 A， 这样的话跟旁边那个之前拿到的那个火药 A 组合一下变成炸裂弹，榴弹就是普通的榴弹，等会儿打 boss 用。哦，这个我玩了三四遍倒真没用，就是直接就直接上楼，直接上楼。这个不来也可以，就是一份火药炸药 A 嘛，对吧？挡住的喷一喷就可以走了。好，我们看他追过来了 ，Stars 啊！这一次给的这个存档屋啊，还有道具
这个道具箱啊是特别多。对，这里有一个，你以为马上打 boss， 结果他妈还有一个。这边感觉上是有压抑感，但实际操作来说没有任何压力。对，比起之前在街道里面的那个追逐，实在是对差太远了，是吧？这里主要是一些电影演出。包括他喷火，他也不会第一时间喷，先瞄一会儿，对吧？嗯，他先从旁边喷起来，要从左，一定要从左手扫到右，要全覆盖才行。他从中间喷，他不行，他有点强迫症。好，这边基本上爬到楼顶，跑酷游戏，这里路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好找，然后时间上也没有什么要求。这故意的、啊、然后也对，也没有敌人拦你，对吧、嗯、这里其实放一两个敌人也可以。我不知道他就算我走的再慢是不是追会追上来。那我没试过，作死嘛。人不作死就不会死。他这里很意外的，对吧？又给了箱子、啊、这里我们把火焰弹放回去，只带榴弹就可以了，然后手枪跟散弹满膛就够了，还有最主要是两颗手雷。刚才一个是开宝石给了一颗手雷，一个地下 下水道给了一颗手雷。下水道，对，下水道省了。两颗手雷带上，这个 boss 战就没有压力。好，装完逼了，就是我们的输出时刻。嗯，能躲到这个拐角，这也是喂狗组的套路。这样打得很快。套路大，对。他一开始会憋牢的，因为他烧不到你，他又想烧你，然后他就把那个罐子一直露在你。住在外面让你打。哎，你看，故意去瞄了一下那个。对，你要特意去瞄一下，它自动锁的话，给你锁到胸口很坑。对，锁弱点。但这个阶段其实它的弱点是香的。好，这里的话，趁它倒地，第一阶段结束倒地的时候，赶紧过来搜刮，把子弹全部打完啊，然后再一颗雷，两发爆雷弹就搞定。还是关键手雷的威力大啊。对，手雷威力大，而且这个榴弹要注意，尽量在它硬直的时候打出去。你要是走路的时候你打它，它会躲掉的。对，这个躲这个和躲 RPG 都是比较猛的。楼上基本上应该是搜刮干净，还有两个草药，一个红草，一个绿草没拿。对，其他基本上都拿了，重要的那些子弹拿了就好。这个演出效果满分，但是这个成龙附体。对。结果摔下来没事，大家都是生化兵器，彼此彼此。好，这边也算第一场正规的 boss 战过了，对吧？嗯、对。Carlos, it's Jill. Do you read me? 你还往上看一看，他不会再下来了。演出效果嘛，稍微配合一下。死了。你怎么想的，对吧？嗯。这里我们看到 Stars 的警车、嗯、前方就是警察局。这个就是翻过去就是二代的场景，对吧？对，重置二的这个警察局出来的地方。我好像只有李航会来这个地方，克莱尔是去孤儿院的。嗯，这个场景利用的太好了，对吧？废物利用，大家一看，我、嗯、靠，你是深三，这个到处借用是吧？到处借用。哎、嗯，你这个那边停车场门口的、嗯、停车场下坡有一个大火药，这里时间要紧，我们就不捡，不要了，算了。好，这边是直接推门的啊。嗯。那个这门最后他是艾达来的时候是锁牢了，嗯，肯多发现他妈你们是个人就进来，一公共厕所啊，我靠，给你锁掉。不是你进来就算了，进来还把我东西从全部搜刮干净，对，全部搜刮干净。这有一个拿不下了，本来也拿掉。这段互动，对，这段互动做的挺好的。No shit, look, we're using the subway to get people out of town. You win? Subway.Well, that's good thinking. 若有隐私，对吧？这里并没有交代他女儿有没有被感染，
对，总之就是，嗯，应该是有可能是被感染，所以他觉得这个，嗯，带不带他有点都比较难办。嗯，本来你说没有感染的话，你带上完全很正常，就能逃走了，对吧？对啊，哎，感染的话带出去还多一个人帮他带呢。嗯，而且你感觉他这个说话的口气，明显感觉应该是中了，虚，应该是虚，应该是估计是中了。这边对，偷听一下，偷听一下是吧？偷听一下，对，还多两句台词，不要走。看这声音也不对了，虚。好，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看看二代啊，嗯，就一天后，三代是那个9月28，嗯，二代是第二一天后了，一天后我们来看看他女儿怎样了。不，你这走路也动姿势也太慢太慢了。着急进不去，你太损人家。好，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肯多枪店拿到一份吉尔的这个字条，这个是互动元素，这个但是出版是没有的，后来更新的，不然你一个直接放了这个东西，大家就会猜到你这个生化三要重置了，对不对？对。你们怎么是个人都对吧？以前的老生化里面，这个肯多是在二代登场过，然后就变到三代是没有登场，只留了个文件。这段实际上做的蛮感人的，肯多的剧情是吧？嗯，加了不少戏，其中还后面还有一个幽灵幸存者，不过那个就不考虑了，那个是平行世界。嗯。It's my fucking daughter. 以前好像没听说肯多有女儿的。对，而且你看他这个女儿身上好像感觉没有明显的伤痕，对吧？不清楚，因为他穿衣服了呀。太邪恶了，连孩子你都不放过。好像是看衣服上有血迹嘛，嗯，应该还伤口还是有的。哇，外面那些该死的怪物嘛，对吧？这里肯多的这个，他应该因为肯多的设定，他跟警察局的那些 RPD 的那些人还是挺熟的。对，所以说呢，他这里面对里昂也没有说出其他话，就有点奇怪。他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有点神志，比较崩溃，处于崩溃边缘。对，里昂一脸懵逼啊。对，不然的话应该认得出这个 RPD 的警察局的这警服，然后以及他是不认识这个警察这个情况。对，我第一天来上班就碰到这倒霉。第一天上班，肯多跟那个 Stars 成员都还挺熟，因为长期帮给他们提供这个武器，客制化武器，对吧？嗯，跟这个 Barry 也是好朋友。Barry 因为也是这个军叫什么？武器宅。对，这个这段我觉得真做的挺不错。二代 you know, it's one thing to keep the truth from me. 这边又开始李阳要年少轻狂一枪。李阳立志要做这个正义的伙伴。对， helping people like them, that's why I joined. 我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人我才成为一名警察的啊。结果呢？上班第一天差点自己就死了。对 ，Ada 救了他几次。嗯，原版好像是没有 Ada 救他的，原版只有他救 Ada。嗯。好，那么看完这个重置生二，来看看老生二。老生二也是有很多戏份，可惜戏份不多，比较草率是吧？对。他就是个普通的 NPC 嘛，这次加了点戏。Hold your fire! I'm a human. 那个时候的这个念台词都有点。Sorry about that. I thought you were one of them. 这里如果克莱尔的话，他拿的是把弓弩，十字弓。对。里昂的话就是把喷子。By the time I noticed something was wrong.The entire city was infested. 这边就没有提到任何女儿有关系的事情，对 对, 对吧？也没有提到跟警察局有关系。好，这里我们在他店里搜过案。
已经被手枪子弹，那些都是模型的，看不见啊。拿了子弹以后再回去就会触发这个剧情，很多响，你他妈的还瞟我东西，把敌人引到我这儿，太坑了。这个便当脸的真快是吧，也很好啊。这里我们如果把人杀光的话，可以从这个肯多身上摸到一把喷子。哦，是这样子的。嗯，你不去摸吗？没有摸。你肯定跑了对不对？对、啊、子弹是够的，子弹是够的。好，摸完喷子就可以走了。然后三代的话、肯多从一个文件里面也是登场过，就是这个传真，在武器店的这个传真，就是 M92F 武士之刃。嗯，武士之刃这把枪的这个一些介绍。嗯，就是为金 Stars 特制、性能也是非常优秀的。对，就跟那个之前那个肯多的那个榴弹发射器的这个发票也是差不多意思。好，这边收拾一下对吧，收拾一下，准备回去，拿不下了，准备回去。然后这个新拿的枪管这个零件先不要组合上去，这个骗子弹大家都懂的是吧。肯多想吉尔你来就搜刮完了，然后又来一个陌生人把我这儿拿了两次枪管，我记得李阳在这儿也是拿枪管。 对肯多热爱散弹枪，他有很多枪管，不过他这里真的是东西非常多、他会捕获的呀对吧、吉尔摸干净了这个留了个文件，然后肯多来捕获了。这里这个钥匙呢有点奇怪，反正就用一下马上就扔掉了。对，然后刚才那个绿草我带在身上，这样为了拿到这个红草就直接组合。对，啊，旁边那个敌人会复活，不要等他，直接往前跑。然后这个敌人也喷他一下，喷出硬直就走。这个也挺省的。好，这边这个进屋子，哎，要打一下。这边这个人有点危险，他有时候有点看脸。那第一枪没有喷准的话，他就会不出硬直，然后就会戳你。你也可以卡墙角去堵他，不过我觉得被戳一下就被戳一下无所谓，又不是无伤流程。对，楼上的话是榴弹，爆破榴弹。这个锁要开啊，榴弹是次要的，锁是主要的，锁一个、来都来了，文件不要错过。这文件也是个伏笔，就是讲的等会儿那个脑袋掉下来的那个事情。哦，不牢了，要修了。对对对，说来要不牢了，对吧？嗯。好，天空一声巨响，对，又要闪亮登场。这个就比较帅气了。演出动画比较多，是吧？嗯。这次这个电影级别的这个游戏体验，很好多都是为了这个演出而演出一下。嗯，其实你可以拿颗手雷回头炸他一下。啊，那我不敢，没必要，没必要。这发刚才有点危险，没有准备去躲他。对，这边不能，这里要看他一下，一定要看他一下，不能按照常规的，不能按照常规的路线走回去，对吧？就是你往左边走的话是必死的。啊，对，那肯定。那火焰，我出体验的时候在那死了好多次，因为我知道从那儿来的，我就从那儿回。你还想回去？嗯，回不去喽。然后我们看这个比较 bug 的就是，它这个 RPG 是无限的，你看到吗？对的。基尔还打了个电话。嗯。Me too。在跑。卡洛斯在远程为你打 call。这个就是贴边走就行。这个就是不像以前三代打到后面他会把火箭筒给扔掉的吧。对的、这个又是按一发火箭炮啥事没有。对，双方都在感叹对方怎么生命力那么顽强还不死。还不死，吉尔说你怎么还没死，追追说你怎么还没死、好，这边可以回去了。对，这里考虑到你可能被炸，所以这里给一个箱子，里面是这个急救喷雾。这里虽然是武圣，但是实际上我们状态是 OK 的，就是剧情演出需要变成武圣了。对，这边翻过去以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场景。对，这里这个红草你之前如果没拿掉的话也可以过来拿一下。就好，路是堵牢了，所以只能从这儿回去。OK， 啊，卡洛斯已经准备好一切了，对吧？啊，行，下好套了。嗯，啊，这边这个第一次玩到这的时候也觉得很意外，搞个这玩意儿要干嘛呢？
对吧？这个必死啊，如果你跑得不够极限的话还是会死。虽然吉尔是躲滚石的老人、嗯、经验丰富，一代的时候就跑这个东西。嗯，我以前看了一个网上说，我估计是瞎说的，我没敢去试。他说可以用火箭筒和手雷把那个头给炸碎。啊、嗯，那应该不知道，没试过。好，都市传说好、嗯，这里要看他一眼，不然的话追上来抡你。看他的话，他只会用火箭筒炸，就很安全。这边跑到这儿就安全了，对吧？对，跑到这儿看到卡洛斯亲人，安全。看到卡洛斯的完美演出。追追不慌不忙啊，嗯，闲庭信步，嘣，结果踩了雷，闲庭信步踩了雷、嗯、而且这个雷怎么搞，感觉好像有这个有伤判，没有有伤判定的，嗯，直接跑过来就不炸，好，这边又暂时告一段落，对吧？嗯，每次这个油罐油桶都出现在事实的地位、嗯、地方，这个就是那个加油站吧，应该是，对吧？对，被有一个油罐车嘛，对，被阉割了，只剩这强制剧情了。对，只剩强制剧情。以前是去油站，然后去这个变电所，还有调和油，对吧？对，那个是在制药工厂拿的，还有一个电线才能开这个电车。嗯、现在基本上。就开一个这个线路，就搭一下线路，然后恢复供电就 OK 了，两件事。好、哦，这边又回来了，对吧？嗯。然后这边说的卡洛斯不会上车。你看这个愣头青是吧？用兵还这么讲义气。嗯。啊，这里我们看一下本关的收集要素进度。文件25个，这娃娃是9个，然后那个开锁11个，武器和武器配件都是5个。马上离开这个场景，换场景了。因为治疗也不需要，反正是换场景、嗯、切换人物，他血会回满。好，你看米凯尔的这个厨师已经端上了、嗯、端上了电脑已经热好了，马上其实他很多事情也没有跟杰尔去说，对吧？他还不忘了调戏他一下。对，这边原版卡洛斯就挺骚的，有很多很骚的剧情。嗯，这边你看，还是给他们布置了其他任务。对。以前的警察局是这个吉尔去的地方，现在变成卡洛斯跟那个小黑哥泰瑞尔，哎，他们去警察局了。好，走了。目送上路，目送主角、嗯、一行人上路。其实这边这段对话蛮意味深长的啊。嗯。米凯尔产生了怀疑。嗯，对。关键是这一句，对吧？为什么门刚好锁了呢？嗯。我们中出了叛徒。对。我们中出了叛徒。言下之意，话中话。哦。这边关键一直很无语，追追怎么上来的，对吧？对，追追靠跑的。既然想上去，直接跟他拼。但是这边也是给了个镜头啊，这个给了个炸弹镜头。这边就提醒了尼古拉，对吧？也是知道一些事情，对吧？对。尼古拉适时叛变。嗯。你感觉米凯尔有点怀疑他了。嗯，这个也是英勇就义啊，英勇就义。最后这一集视频最后呢，看一眼这个当年的米凯尔英勇就义的场景，我们这个
视频就差不多结束了。OK。当年的米开尔要稍微年轻一点。Two, get out of the cable car now. 然后再扫他一会儿。卡洛斯版标配的。卡洛斯根本就不来。嗯。卡洛斯说：“我忙着开车呢。”嗯，这个确实好年轻啊。一颗手雷炸飞。嗯，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喽。下期再见。